经理在给我客人信息反你这个泰国的吗？还是个泰国按摩师。我开始按摩最便宜，最合理。客人要不要来办张卡？这不是按摩能，这是唤醒的。来，继续睡。来，不疲劳一劳，没办法，谁都别想走。我才能走。你算是入了圈套了。我们是黑店，你被算计了，多不啊？不放，是他自己跑的，在这儿的。他那小眼神，特别享受，一动也不动，哎。